个全国最负盛名的八德新人花园夜市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环保局李里的局长，我们的吕林小凤议员，八德新人花园夜市执行长，好，八德区长这个黄全成，好，环保局副局长陈真祥，叶梦芬主任秘书，罗宁大队长，好，各位市民桃杯，大家晚安。我本来以为今天下雨天人会变少，但我们这个夜市太有魅力了。那这一次哦，是要推动环保夜市。我们的八德新人花园市很不容易，第一个，它设置二手循环的箱子，哦，这个二手袋，哦，让大家使用。这个购物袋重复使用，好，不要用一次性的塑胶袋。第二个呢，它这个夜市油烟哦，设防治设备，让油烟回收75%。第三个呢，夜市的废水回收处理，这三大措施哦，这个得到很大的肯定。所以这一次哦，八德新人花园夜市哦，是得到5星级的这个奖章。这个经济部哦，5星级的市级奖哦，很非常难拿。这次八德跟新人，新国，新人跟新国两个得到，好，新国本来得到4星的市级，好，这次两个都得到5星。然后今天呢，为鼓励哦大家做环保夜市哦，那我们决定哦这个投票，今天不是要投票给这个。哪一个市长？今天我今天吼，不是讲要来 Q 票，今天是帮新人花园夜市 Q 票，好不好？因为环保署的网站哦，这个2022谁雅琪啊？好，谁雅琪就环保，看哪一个环保夜市得到第一名，所以今天拉票是为了新人花园夜市来拉票。掌声鼓励。平常我拉票。帮市长啊，帮议员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啊，今天是帮南港的新人花园夜市拉票。那我们夜市消费券哦，那么只要这个完成哦，这个我们的活动的集点集图哦，就可以得到哦这个集点卡，5点哦换50块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然后。这个现场哦，要发6000张，6000张哦，让大家好用，好不好？好。因为50块在夜市就很好用了，50块就可以买东西哦。这个叫做国民美食、铜板美食啦，哈。这些咱的特色，也是也是咱台湾哦，这叫做庶民文化，就是哦，你用最轻松的心情，哦，全家到夜市踅踅走走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生活。这五家现在哦，有些人移民到国外去哦。我问他说，什么事情最痛苦？伊讲吼，这个八点就无得出去，这个拜访朋友，阿妈无夜市还好食。8点就要留在家里。哦，台湾的生活哦，真的是一天到晚哦，非常多样多彩。晚上10点想吃宵夜，还可以来吃夜市啊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白天牛排馆都开满来吃，夜市牛排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另外呢，今天除了6000张以外，哈，2000加6000就8000张。另外，我们哈，这个到这个守护桃花源的脸书哦，这个传我们投票的截图，添个好友，可以另外抽 iPhone， 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市长。然后这一次也特别募集了我们的这个发票，捐给八德的天使发展中心，打工好不好？好。感谢你们照顾这个漫飞天使。好，我们用更多的力量，给我们的天使发展中心支持，好不好？
然后我们也捐赠了一些环保洗碗巾、巴德的米，还有一些卫生纸哦，代表我们一份爱心。那我们桃园的这个夜市文化，大家知道，我们现在有四大夜市，那巴德花园夜市哦，新仁花园夜市，其实在环保、交通、卫生哦各个方面都提升，甚至在产地标章，将来的这个手机支付都会不断提升，好，这个是我们夜市文化的标杆。那跑下高的这，所以垃圾袋少一点，油烟少一点，哦，我们的污水少一点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特色，能够全回收，少排放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希望这一次哦，得到经济部五星市级奖，接着环保市级也可以得奖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那小凤有没有算你帮你拉票？有啦哈。谢谢市长。我平常是帮郑云鹏拉票啦，这个市长还有小凤我有帮你拉票，但是今天呢，今天这两个都，今天我们要拉票的是帮巴德新仁花园夜市拉票。谢谢。如果你拿到环保夜市奖，我们环保局再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们当然要抽奖哦。我想今天因为下雨天，我们还是可以来稍微巡摊一下，然后给摊商一些鼓励哦。那上一轮我们做这个肉品的认证标章哦，大家都很用心，好把那个肉品的来源哦都贴上去，有的还有 QR code， 哦这代表公单就很尽力呢，哦食材透明啦哈。这也是非常难得的。那我会鼓励青年事务局跟夜市合作，这个雅琪亚创业，他做一间起来以后可以连锁第二间、第三间，所以这边也是一个创业的摇篮，那而且是一个导引哈饮食文化的摇篮，最好吃的、最新的来这边看看就知道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今天这个环保夜市是我们新的政策哦，就我刚刚讲的。一次性的塑胶袋换成可以循环利用的垃圾袋，环保袋。第二个，油烟要减少75%。第三个哦，污水要循环利用。这三大目标，我们帮巴德新仁花园夜市投下环保署这个水雅奇亚，水雅奇亚2022水雅奇就品哦，这个网站上去投票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当然我们要进行的是爱心发票捐赠，我们要感谢社福团体，有请李丽华主任上台。